吴用胜的旅美生涯已经迈入第四年，从高中一路打到大学，不论食衣住行娱乐都适应得相当好。第一年的大学生活，除了要努力在更高层级的校队打拼之外，居然还有其他的考验。大一必修了，然后我就选课，每一堂那个交际舞课，每个礼拜就要去跳舞，跳2个小时这样。 然后有时候因为这很累，因为跳2个小时，然后又不能就是休息，然后那是刚好是早上练完球之后过去，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说去旁边的房屋是把2个膝盖绷起来之后，那个老师我那个膝盖痛不能跳，装病，对，然后我就坐在旁边这样。吴永胜享受多才多姿的大学生活，相较之下，旅美第一年的林庭坚还在适应美国的食物，还好老爸早就帮他打点了一切。我有带很多像泡面啊，还是什么，带去那边。 那当初去的时候，也带了很多一些罐头啦，一些干贝酱啦，就可以拌面啦，可以煮面那些。今天早上一回来，马上就要永和豆浆啦，什么蛋饼小笼包什么，那可能他说他已经一年没有吃过东西。教练爱子心切，除了照顾基本的饮食，还要天天视讯，担心宝贝儿子想家之外，也想陪他度过最难熬的第一年。蛮长的，<笑>多长？<笑>每天吧，<笑>有提醒我就是。 不能交女朋友，然后不能喝酒吸毒抽烟，还有要认真的练球跟读书。在遥远的异乡打拼，家人绝对是最重要的支柱。旅美第一年的林庭坚，除了父母隔海加油打气，也别忘了大学长吴永胜和他分享旅美生涯的酸甜苦辣，在篮球路上一同努力。YTV 新闻采访报道。